前方枪声不断，去探探什么情况。看来人真的不少，他们还有队友。 चलो भाई देखो अपने क्या करते हैं।打不过先缓一缓，学校区域人多复杂。楼顶是个好位置，停这吧。他们不敢和我打，准备开溜了。这是要去哪里？我准备死追烂打。怎么不敢打？他们看不到我吗？ 原来他们是想去信号塔复活队友。你们先复活队友，我先不打扰了。换架飞机重新去找他们。 看来是已经把队友复活了，还没走远。加特林太猛了，扛不住了。No! 他队友在车上，他不敢向我开枪。原来他队友没有挂机，而且在研究加特林。 Please, no! No!